标题明星也割双眼皮，你觉得谁的最成功呢？双眼皮是现在的审美主流，因为双眼皮会让眼睛显得大大的，所以很多明星也会选择割双眼皮提高颜值。戚薇绝对是娱乐圈第一耿直女明星，她是一个纯靠性格圈粉的人，粉丝亲切地给她起名叫戚哥。她是唯一一个在节目中直言不讳说自己割双眼皮并表示后悔了的女明星。她说割双眼皮以后眼睛经常会肿，前段时间张雨绮家暴的事情闹得轰轰烈烈，不过好像是男方过于夸大事实了。网友调侃幸好去医院的早，不然伤口都愈合了。张雨绮的双眼皮其实就是割的，只不过她割的比较早，刚出名的时候就割的。割完双眼皮后她的气势飙升，不光是单眼皮的女明星会割双眼皮，双眼皮的女明星也会割。比如说我们的女神周迅小姐姐也是这样，周迅的双眼皮和出道时相比无疑是多了一个宽度，无论是从哪方面来看，他这个双眼皮都是后天的，你觉得呢？